北湖地区总干贾总干来甲咱做秘书，咱再次给你们掌声。刚才的水师的小兄弟贾总干来做秘书，多谢。咱这次这个主办单位的社长吼，这个 sports 社长、服务社长、保龄社长、生命社长，啊，还有社长。有啊，我切好个，啊，规身拢有汗吼，嘿，啊，搁咱的这个咱的创社社长吼，啊，咧是，啊，搁在座各位辛苦的，文化老师，啊，咱的这个福伦社社友，啊，咱参加这次的这个比赛的同学，啊，咱的家长，啊，搁有服务的这个城东呼啸团的团员，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这次咱的这个台语演讲比赛已经是第十一届。啊，我过去我捌来参加来看过几次的这个比赛，我感觉一遍比一遍，这水准搁较高。啊，参加的人愈来愈侪，哦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现象。哦，我今仔日我有听过几场的这个同学的这个表现，我发觉讲咱在座这。我听到这同学啊，恁的台语啊，比迄电视顶报新闻，甚至讲演这个连续剧的遐人吼，搁较好。所以我讲，如果各位你若讲以后有想要发展，会反正你嘛会使去做指导，吼，无一定我去演连续剧，你会使去指导，吼，去指导这演戏的人，指导这记者，吼，要报。报这个电视新闻、台语新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台语新闻，你讲的比伊那个好做，哦，这就是咱十一年来吼，一年比一年靠经验，啊，也是因为这十一年来累积的经验，所以咱一遍比一遍，咱参加的这同行、咱的家长，这环境会当愈来愈舒服。哦，以前场地较细，啊，无考虑到真济，即嘛因为经验愈来愈好，啊，考虑到讲不但予咱各位同学来参加比赛，而且嘛还有一个真快乐的心情、真快乐的环境去比赛。咱大家定来看报纸、看电视哩讲，咱来保育地球，哦，爱照顾地球，啊，有人讲哦，这濒临这绝种的这动物，咱来甲保护。但是咱定来袂记得讲，咱真济文化。一日咧流失，咱真侪宝贵的文化，包括讲咱日常定定咧讲的这个台语、闽南语。即卖囡仔会晓讲台语，会晓讲闽南语就无简单啊。啊，若要讲台湾话的这个歌，这个我话不了讲，先语啦吼，这歌无这话就搁较困难啦。原因是啥？就是因为咱无比较重视，咱会晓去照顾。我后尾捐钱，要去救什么非洲的动物，啊，要捐钱，要去救什么蒙古的沙漠、新疆的沙漠，结果咱袂记讲咱感情，咱的生活中的文化，这么宝贵的物件，咱真的无去注意。所以，这个是为什么福伦社要来举办这个台语演讲比赛，要来举办这个歌戏的这个朗诵的这个比赛的原因。啊，希望讲各位同学、各位家长参加这个比赛了后。不管咱有得奖无，不管咱有受着什么经验无，把咱的这经验带倒来厝，带去咱的学校，甲咱的同学分享，甲咱的朋友分享。啊，希望讲后一次，咱搁办比赛时，鼓励较侪朋友、较侪同学过来甲咱参加。啊，后一次咱搁办这个比赛时，咱就收搁较侪奖，搁较丰富的这个奖品。啊，感觉大家呢，尽快来参加，尽快来分享。哦，啊，再次我。恭喜咱 sports 社长、服务社长、保龄社长、生命社长，啊，搁在座服务社长主办单位吼，予即次的这个比赛办到这么成功，这么热烈，啊，恭喜大家参加的这个同学，咱参加的人每一个人拢是赢家，每一位都是赢家，吼，啊，我们的家长，我想咱每一个家长一定真欢喜，看到咱子女、咱的这囡仔吼，在台顶的这表现。连我就足欢喜，虽然恁这是我的主力，我哦，咱台湾这么好的这个未来，哦，咱的后一代这么优秀，我足欢喜。再次恭喜大家，哦，啊，祝大家
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好，谢谢，多谢。